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国注》第441页，441页，第五行。三恶道，又名三恶趣，又名三途，为一切众生造恶所生之处，故名恶道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道叫三恶道。法华经方便品曰：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。念老解释说，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乐之念，是为因；外面攀缘欲尽，是为缘。以此因缘起念造恶，终堕恶道。法华经里面呢说得很好啊，注欲经论通常讲五欲啊，五种欲望：财色名食睡。也常常看到啊，七情五欲啊，七情：喜怒哀乐爱恶，后头有个欲，那个欲就是无欲啊。那么这都是众生的无始劫以来所缘的心啊，能缘的心，这是因。外面呢是境界啊，境界就是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五种，这是缘啊。起心动念缘，无欲七情啊，这七情无欲。那么这个因缘就会起念造恶啊。恶有大小轻重之别啊，这个堕恶道受苦有轻重差别不同。恶业里面最严重的是无逆受啊，在过去无逆是我业了，有自古以来有不多啊，很少见。现在无逆是我了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。
感召来的是苦口，现前所受的苦，身心不安，人多烦躁，啊，这是今天社会普遍的现象。伦理道德这些规范没有了，啊，中国维系几千年的传统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现在全都没有。果报现在面前，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眼前是花报，来世是果报，果报就在三途。啊，花报不善，果报就可想而知了。中国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是无常，常永恒不变，它是真理，超时间，超空间，万古长新，不能变更的，变了问题就会出来。这是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做人基本的概念。这五种德从哪里来的？从五伦来的。啊，五伦是根，根之根是父子有情。现在父子没情了，从什么地方看？从堕胎。这个现象非常可怕，这也是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，不能小看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数字，每年超过5000万人，平均每一天15万人，这全世界，这是什么？医院里头有记录的，如果不是在医院堕胎的，这个数字不在里头。这多可怕了。啊，有妇女在一生堕胎40-50次，这吓人。啊，这是杀人，杀自己的儿女。儿女四种缘来的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这佛在经上说，不是这四种缘不会到你家里来。
啊，那么报恩来的，你把它杀掉了，恩变成仇。啊，是报怨来的，你把它杀掉了，仇上再加仇恨，深仇大恨。讨债还债原来是债务，啊，现在不但是债务，还加上命债。你想想这问题多麻烦，能避免得掉吗？避免不掉。啊，今天为什么人干这些事情？不知道因果。要想世界社会恢复安定和平，印光大师说的，因果能负大部分的责任，把因果教育展开。啊，但是现在人信心失掉了，都认为这是迷信。啊，所谓圣贤教育就是专制下面的这些帝王用这些东西来迷惑人民，来巩固他的政权，这是假的，骗人的，大家都相信了，都接受这个新的观念。啊，这旧的东西完全丢掉不要了，为于所为。那么今天社会乱了，多少人想来救这个社会，没有办法。那这样下去，愈演愈烈，到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？啊，外国人所说的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不是预言，是不善的观念、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的。啊，那么现今社会幸好还有少数人能相信。啊，因果教育要讲，要常常讲，特别是因果报应的事实与理论，要把它讲透。啊，现世果报的事实很多。啊，台湾的黄警官，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，收集不少证据。是真的，这事情发生，报纸报道、媒体报道，真人真事，啊，这很具说服力。啊，流通的量不大，
啊，所以效果不彰。这个必须大量流通，到处宣讲，啊，让人有警觉心呢。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都有附体这种现象啊，冷静去观察去分析，大部分是可以相信的。绝对不是附体人在胡造谣言啊，他造不出来啊。西方心理医生用催眠术也能让一个人让他回到过去时，再过去时把他东西录音记下来去查啊，他说他前世在什么地方，很多被查到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啊，几十年前的事情，几百年前的事情，找到旧档案里头还能找到。这不是假的啊，可惜流通量太少了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罗马军团东征这桩事情，我们在罗马访问的时候问当地的人，当地人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当时有一支军队出去了，以后再没有消息，不晓得他们到哪里去了。啊，没有下文。啊，凯撒大帝是被人谋杀。啊，被杀的这个地点，我们去参观过。啊，大家都相信他是被杀死的。啊，那么从附体里面报告，当时被杀的不是他本人，是他的卫士啊，他们换了衣服，真正的凯撒从乱民当中逃出去了，被杀的是他的替身啊，大家以为是真的他被杀了，也不追究了，以为他死了啊，当时被杀，杀得很惨啊，人家把他毁容，面目全非，所以你也查不到是真假啊，他也逃到中国啊，也死在永昌，跟这个三王子距离不太远，好像只有十几公里啊。那么附体说明是他在中国活了十一年啊，跟着他差不多有一百多人，有他的夫人，还有一个女儿
这些事情我们都听听，细心冷静地去观察，它不是假的啊，我们肯定了它，然后要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啊，起心动念不能有恶念，啊，动物有钱，知道人的意思，人以善心、爱心对他，他感恩。啊，人以恶意向他，要加害于他，他知道，他躲得远远的，啊，不敢去接近你，啊，家里面也饲养的，啊，养马、养牛、养羊、养鸡、养鸭，这常见。啊，你在杀他的时候他知道。啊，这些被养的多半都是来还债的。所以吃他半斤还你八两。明了之后才真正体会到六道苦啊，三恶道苦啊，天人也苦啊，比较好一点的确确实实色界天跟无色界天，他们长时间在定中，啊，定中境界没有苦乐，但是这个定不能永久保持，时间到了，定失去了，还是依旧要搞乱。所以佛说三界只有苦没有乐，三界的因哪一个没有？啊，贪嗔痴是余生这个居身的烦恼，最初一念不绝，出现了阿赖耶，跟着阿赖耶连带生起来的前七识啊，摩那识生起来了。啊，摩那识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啊，第一个，我见，非常坚固。啊，执着，阿赖耶的见分的一分，阿赖耶见分很大了，相分也很大了。它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见分是什么？精神现象啊，相分是无知现象啊，
整个宇宙的物质都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那么执着这个身体，这身体阿赖耶相分啊，一分的见分也是执着一点点的，以为是自己的心。能思能想啊，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的身心坚固之处，那么与他同时起来的啊，跟我见呢同时起来的，我爱，我爱是贪，我慢是嗔，我痴，贪嗔痴，与生俱来的烦恼，这不是学的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把心得，戒定慧是心得，迷了心得，戒定慧变成贪嗔痴。把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心得，自性里本来具有的，迷了之后变成受想行识，变质了啊！于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啊，第七摩那的执着。其作用落实在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，前五识是四识啊，它是管四的，它是听智慧的啊，它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前五识所造的是净业啊，但是它跟六起联合起作用，就变成染污了。啊，这个就造六道轮回业。能修行，能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前五识叫成所作智。你看啊，六七善，六七转过来了，他就完全是成就功德。啊，转第六妙观察，转第七平等心，啊，相宗专在这里用功夫，这真正功夫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能转得过来啊，转只有在六七下手，前五十它是中立的，它没有善恶，它是听使唤的，它不是法号施令的啊，你叫它怎么它就怎么啊，所以相宗教给我们六七应上转，五八果上转，前五十跟第八十，
果上转。那我们转从哪里？就从六七开始，六七转了，第八跟前五自然连带就转了，一点都不费事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真正修行人修什么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转摩那识，为平等心智。不分别，转第六意识，为妙观察智，就做这功夫啊。啊，第七识转了，贪嗔痴就断了，阿罗汉做到了。啊，摩那是见思烦恼的根源呢。第六意识是尘沙烦恼的根源，这两个现状啊，再向上提升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阿赖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阿赖耶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这个妄念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如来，这叫成佛。不是远离尘境，远离尘境你怎么个转法？啊，那我们就知道《华严经》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就做这个功夫。这个功夫在《华严经》上讲心正，啊，信解前面都做到了，没问题了。老师帮助我们信，帮助我们解。啊，真正去修呢，自己事情。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没有老师陪他，也没有同学陪他，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完成。啊，信跟解有别人可以帮忙，行政没人帮得上忙，完全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心要深啊，解要广啊，深广无际啊，身心不一。啊，华严里面有高等的科学，高等的哲学，讲宇宙的缘起，万法的由来。啊，这里包括我从哪里来的，我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回事。啊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啊，可是今天圣学啊，释出世间圣人的教诲，这门学问接受
条件跟一般学校不一样。啊，他的条件包括儒都在内，就是印光法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那我们今天看呢，学的人没有诚敬心，所以得不到利益。啊，有人真的学一辈子，学到老死都没有得到利益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这什么原因呢？用张家大师的标准，他对于事实真相没有理解。如果真的理解了，理解是看破。真的理解了，他自然放下了。啊，他没有理解，所以他就放不下了。放不下妄想，放不下执着，放不下起心动念。日常生活还是这些老习气啊，先讲老习惯，养成这个习气了。古人有所谓，少成若天性，从小养成的好像是天性一样，习惯成自然。这习惯不是好习惯。什么习惯呢？六道轮回的习惯。啊，净宗这么殊胜，这么容易，对他来讲非常困难。啊，困难在哪里？他心不能专一，菩提心发不起来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性里头有疑，他有怨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对这个世间有留恋，这就是他的障碍啊！所以他念佛功夫不能转移，他有妄想，他有杂念，而且常常断掉、中断了。啊，这个念佛功夫不中断，那也是有相当定功。啊，像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表演的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我们试试看，一天能不能念10000声？这10000声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一念接着一念，很难啊，做不到啊！啊，做不到就要晓得。这一生未必能往生，
人要决定往生，那你一定要下定决心。啊，锅炉匠，大家听到很感动，想学锅炉匠。李老师给我说了很多次，他很想学，学不像啊，学不来。上智学不到，下愚也很难。啊，什么人能学得到呢？真正生死心切的人能学到。啊，有人呢听到2012的预言，以为是真的，拼命念佛，功夫稍稍得力了，2012来了没事，啊，原来是假的，立刻就松懈了。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怎么样这个恳切的心能生下来？天天想着，今天就是我生命最后一天，我要干什么？这个方法好啊，这个方法真有效啊。啊，明天就要死了，我今天干什么重要？除念佛之外还有什么？真放下了。啊，我还有一个杂念，还有一个妄想，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，就继续搞轮回吧。啊，这个方法好，要有真正智慧的人，真正德行的人，他能做得到。啊，祖师说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人一口气不来，这一世就结束了。谁能保证我还能活一年呢？我们看到全球的报告，意外死亡的人多少？啊，不说别的，车祸，天天有。啊，我报道的，我没有细细看。国外火车相撞，死100多人。啊，汽车互相撞，40-50辆车撞成一团。30-40多个人，啊，现场，啊，这是北方，有高速公路结冰，啊，车在冰上走，滑行，控制不住，车跟车就碰撞了，撞成一团，连环车祸。
啊，几十辆车撞成一团。啊，这些常常在我们面前演出。聪明人，他就有警觉。啊，他就知道念佛重要，不敢不念佛，不能不念佛。啊，这个一切缘不能不放下。啊，所以三无道的因要知道，缘要知道，果要知道。啊，三善道的业因、业缘、果报也都要知道。通通能够远离，一心求生净土。这就对了。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三恶道的因缘果报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本章居两愿，这第一章，啊，24章，48愿。这一章里头有两愿，第一个过五卧道愿，啊，卧道确实苦，啊，这是阿弥陀佛访问考察诸佛刹土，发现。有许许多多佛国度里头有十法界，有六道轮回，啊，这个不去。不但不去六道，四圣法界也不去。即不多我取缘，啊，不多我取缘，从因上讲的；过无我道缘，从果上讲的。其下第一愿曰：无有地狱，恶鬼、禽兽、猿飞、软动之类。啊。那么这个文字里的是那各种无有三恶道缘，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，故守两愿，唯愿众生无苦。啊，这是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是祝福。修行正果，唯一的一个大愿。为什么要修行正果？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这个力量在推动他了。啊，世间这些众生为什么拼命在造恶业？什么力量在推动他？这个推动的力量是来自财色名利，这个力量推动他。无所不为也，
以为他能得到什么。如果他要真正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空无所有啊，像般若经上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那个财色名利就淡化了，不起作用了。那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就能得解脱。啊，这些人迷了，不知道这是假的，以为是真的。啊，做梦里头在争夺，财色名利。啊，给一些互相竞争的人打得头破血流。啊，一觉睡醒了，这一身冷汗，什么也没得到。在六道里头醒过来了，就脱离六道了。谁醒了？阿罗汉醒了。啊，阿罗汉知道这一场空。啊，醒过来，住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还是不究竟，他没有分段生死，但是他有变异生死。啊，两种生死啊，在六道里的两种生死都要受，在四生法界只受一种。啊，分段没有。便宜有啊，便宜是无常啊，六道里的粗先粗显，四生法界微细，那就是苦少，乐多苦少。从哪来的？从分别来的，从妄想来的。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在那个地方用功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啊，修成了，等于做梦又醒。啊，醒了之后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全是假的。十法界是梦啊，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啊。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。梦是主要的比喻，幻泡影是补助的，真正比喻就是让梦境啊，梦幻泡影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心细的人
不难体会到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昨天过去了，它存在吗？不在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啊，我们活动落的这些相，再放开我们看，那什么？那是梦一场，也是永远不再回来了。这不都摆在面前吗？以前没有录像看不出来呀，现在录像是那是梦，就在眼前。啊，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事实真相就是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，这是事实，谁都不能逃过。早年我讲经常常谈这些，啊，人的一生从出生就非常精进，一分一秒都不停止。啊，往哪里去呢？往坟墓里去。从生到死，精进的，一秒钟都不停的。啊，这就叫人生。佛看得很清楚，你到这个时间来了，就是生死生死，永远在搞生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。那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！啊，实际上你细心去观察这个生死轮回，他的真相，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一弹指，多少个生死了？32亿8000年，一念就是一个生死。每一个念头是圆满的无因。无因里头所现的全宇宙，一弹指，啊，我们如果把它换算，假设一秒钟弹五次，就是1600兆个生命。啊，每一个生命都不停住的，都不住啊，幻想啊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不离这个事实真相。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？啊，总而言之，两个字，佛把它描绘出来了，叫无常。
无常的反面有真常，真常有没有？有，自信是真常的，永恒不变。所以大乘追求的就是大般涅槃的印度话。涅槃通常把它翻成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，这是正常的，永恒不变的，不生不灭。切入这个境界叫成佛，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。人人都能成就，为什么？你是迷是从这出来的，迷破了之后自然就回归。所以不要找，它是现成的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只要你能把迷断掉了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证得了，并没有失去啊。这个字体是自信，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。他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具足无量无边的德能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他没有任何欠缺，是自己的本性啊。佛教教学到终极，你成佛了，就是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怎么是无所得呢？一切是本有的。而是迷了之后，我们失掉了，不是真失掉的，叫迷失。觉悟之后就通通有得到了。得到不能叫得到。是你本有的，所以叫无德。具足智慧德能，你能够现大神通。你能够帮助变法界虚空界，还有许许多多无量无边在迷惑的六道众生，就帮助他们了。这就叫佛事，佛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。菩萨的事业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还要外面的助缘，真正有这个大愿，这大愿真的不是假的。决定没有掺杂一毫妄想分别之处，一丝毫都不掺杂。你要在某个地方成佛教化众生，自然有许许多多诸佛来帮助你，这叫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，来做你的助手，
内护外护。啊，这也属于感应。啊，事先成佛是能感，设方诸佛来助是能助助缘，他能应。啊，你有感，他就有应。啊，佛与佛之间是一体，佛与佛之间没有高下。啊，表演的时候有高下，实质上没有高下，完全平等。啊，高下是作个迷惑颠倒人看的，他没真正觉悟。啊，所以那些祝福有作国王大臣的，像阿弥陀佛在没有发愿出家之前他是国王，他护持如来正法，那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，应该要像佛一样普度众生啊！而且他的心发得大，普度十方三世一切苦难众生，还要帮助他们速成佛道啊！这个愿一切诸佛没发过，他不但发愿，他还能成就，愿愿都兑现的，没有一愿是虚愿，是假的，难能可贵啊！啊，个人是诸佛如来的好朋友。不是菩萨的榜样，诸佛如来的好榜样。啊，道场是诸佛如来道场的好榜样。啊，即诸佛如来道场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。他不是凭空想象的，他是认真去考察，去学习。啊，这样建造成的。感应的缘也是不可思议。啊，不要说佛了，化身菩萨都具有圆满的功德。跟佛非常相似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做如是的事情，这不是佛的意思，佛没有意思，众生的也感，佛所表现的
就是显示出众生的业感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是这个地球上的人迷失自信的时间太久了，太长了。啊，佛所实现的方法是私人教学，我们中国人讲私塾教学，老师只有一个，到晚年时候学生当中有不少成就了啊，这个成就就是见性啊，至少也证阿罗汉果啊，证得阿罗汉果可以教小学，大彻大悟可以教大乘，这些人游化四方啊，四面八方到处有话了集成了世尊的精神与教学方法啊，到处推广，这是显示无尽的悲心。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缘不长，二三百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三四百年，有些地方五六百年六七百年，唯独在中国两千年啊，公元六十七年佛法正式传到中国啊，汉明帝永平十年啊，公元六十七年摩腾诸法兰带着佛经带着佛像到中国来啊，中国三宝具足，有佛像，有佛经，有两个出家人。啊，中国帝王以过失之礼对待他们，啊，认真向他们学习。在中国开展了大乘啊，成就辉煌啊，佛教的事业确实超过古印度啊，中国人好学，中国人有底子啊，这个事情也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佛教能在中国传这么久而不衰啊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一定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中国人讲孝非常重视孝道，所以师道到中国来这块土壤非常适合它，它不会衰竭啊，那么其他地方呢？不像中国人们重视孝道，到不重视孝道的时候，他就灭了，就无法存在了。啊，那么中国最近这一年半年不重视孝道，那我们认真细心就观察，
佛道的几乎是有名无实啊，真正修行人认为有很少，凤毛麟角。就是走讲经教学这个路子，也非常不容易啊！苦难重重啊！啊，小不忍，肯定自己的这个路子就被毁掉了。啊，无论什么样的境界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要能忍受。啊，坚持不退，啊，才能维系住。啊，感恩一切护持。协助的这些大德菩萨，啊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啊，这个愿得来也是不容易。啊，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这一切全是佛菩萨的加持，佛菩萨的安排。我们听老师这些话，心就安定了，不怕了。有佛菩萨做主，我们自己只要心正，行正啊，遇到挫折要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，佛菩萨的感应就非常明显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代，今天这个时代，艰难比过去增加了不止十倍呀！啊，智慧德行要超过我十倍。他在这个洪流里头才能够站得住脚，这都真的。啊，60年前固然有挫折，没有今天这么严重。啊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心还有一点伦理道德的观念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一切把利益摆在第一位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利益是摆在第一位，很重了，但是还有可以说通的地方，今天没有了，真的不相信。啊，所以距离传统伦理道德，距离大乘佛菩萨的教诲是越来越远，
啊，圣贤这些影响力越来越薄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不是坚定做出好榜样给人看，做出好榜样，自己要吃苦啊！啊，果钦法师就是个例子，你们看到了，不吃苦行吗？啊，凭什么应得大家对他的赞叹，对他的敬仰？真吃苦，真如法，吃苦不如法，白吃了。那就佛经上讲无一的苦行，佛不主张。这是什么叫代众生苦？不这样做，大家不相信。啊，做出来了，他才相信。啊，他才佩服。啊，我相信，像国清这样的人，中国有。只是没有人知道啊，这些人不搞明文理养啊，不会做自我宣传啊，默默无闻，真善知识啊，凡是做自我宣扬，人家表面对他恭敬的。背后不一样啊！啊，不是真心赞叹你，不是真心佩服你，这个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现在大家受科学的影响很重、很深。科学最重要的拿证据来，你说学佛好，好在哪里？你没有证据，他不相信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世界很难得。斯里兰卡小城做了个榜样，虽然不是尽善尽美，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啊，尽善尽美要做到大公无私，只要有私心，尽善尽美就有欠缺。啊，但是能做成这个样子，非常难能可贵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全心全力在帮助他。啊，希望他再能向上提升。啊，在全世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你要知道什么是佛，为什么要修佛，到斯里兰卡去看。啊，办学是非常紧迫的大事。
但是要先培养老师。没有老师，谁来教？老师怎么样培养？还是用老方法，就是佛小祖，在中国用了2000年，啊，我们今天真正要培养讲经学大讲大乘经教的，啊，一定还是要从佛小祖下手。啊，小乘的戒律不错，我们很欢喜很赞叹，延迟戒律，大乘专攻一部，啊，自己随自己的爱好，随自己的程度，你学起来方便，专攻一门，啊，3年就会讲得很好，啊，初学的时候一个星期讲一次，2个小时，等于说你每天在准备你的课程，啊，一个星期讲一次。啊，这样讲3年，你就可以带学生的，啊，带多少个人？顶多2个，你很轻松。带多了，带不出来，你就照顾2个人，啊，专攻一部经。啊，10年之后，可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法师出现了，有个10个20个就很不错了，不要希望很多，做不到。啊，10几20个大的出来，大臣就兴旺起来了。小乘是大乘的基础。斯里兰卡有这个条件。啊，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佛教。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，落实在民间，这就给大家做榜样了。学佛的好处，到斯里兰卡去看。啊，学佛的人，第一个条件，知足常乐。如果欲望太多，不知足的人，他就没办法了。但这个我做不到啊。啊，一般简单的生活他就很满足了，就不要求了，真快乐。要放下贪嗔痴。啊，深入经藏，法喜充满，人多了，啊，有个主修的道场，可以在全球讲经教学，讲经教学的时候，
一定要随缘，但是随缘一定要保持境界，要保持戒戒。啊，讲经不但是言教，最重要是身教。啊，现在科技进步，教学全程录像，生活也可以全程录像。啊，用媒体传播效果更大。啊，现在是商业讲品牌呀，把品牌做出来了。啊，大家对你敬仰，都向你学习。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，不是走不通。完全在我们真发心、真干，不干假的。啊，干假的是欺骗自己，欺骗众生，到最后会把自己毁掉。为什么呢？自己要走我道去了。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自己一定天天想到啊，地狱苦啊。我要度地狱众生呢。啊，这个才行。所以在前面两月表现弥陀大悲心切，故首两月啊，四十八愿最前面两月，唯愿众生无苦，就是离苦。三恶道是苦中之极也。密教众云：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。啊，为什么把这两面放在前面？啊，现在的人看到这两面无所谓，不痛不痒，他没有感觉。什么人有感觉呢？在地狱里受罪那些人有感觉，我们从什么地方知道呢？现在大部分是从地狱里出来的附体的那种神告诉我们，太苦了，不能讲啊！啊，名字都不要听啊！一听到地狱，心有余悸。啊，他表现那个态度，我们能看出来，真在受苦。啊，所以佛度众生是大悲为根。大悲是菩提心里头最重要的
一个环节。啊，菩提心，它的体真诚，这两个字特别重要。啊，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，清净平等，这是自利的，对待自己的，对自己要真诚。真诚的样子是什么？就是心地清净平等啊，觉而不迷，自受用啊。如果心里头这个现象不出来，没有清净，没有平等，没有觉，我们那个真诚心完全没有啊，真诚心流出来的肯定是清净平等觉啊，决定不错的，对待一切众生决定是大慈大悲啊。如果对人不是真诚的慈悲，对自己不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，真诚没出来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菩提心是有名无实啊，不是真的。跟阿弥陀佛，跟诸佛菩萨起不了感应道教的作用啊。真诚心从哪里做起？从不欺骗自己，不自欺，不自欺才不会欺骗别人啊，自己自欺的人欺骗别人是正常现象啊，对自己都不真诚了吗？何况对人呢早年我们在台中求学，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送一句话，我记得对江一慈啊，画后面这幅图画的，我们是同学，画家，这当代有名的画家，这是个有成就的人。啊，老师送他一个字，叫他手撑出来，在他手上写的，写一个撑字，然后把他手握起来，意思告诉你一生就把这个字抓到了，你就会成功。啊，他就牢牢记住这个字。啊，老师给我的是四个字：至诚感动。啊，诚要诚到极处，才能够与佛菩萨、与众生感同。啊，上感同诸佛菩萨，下感同一切众生。要诚，真诚到基础一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现在我们就用念佛方法，用念佛达到至诚感动啊，念佛还得佛力加持，
啊，所以大悲是根呐、啊，菩提是因呐、啊，方便是究竟，方便是善巧，是智慧的起用。又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曰：“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故愿各种永无我取。”啊，弥陀真诚慈悲到极处，所以他第一个愿啊，就是。将来他的道场没有三恶道，啊，在这个道场学习的人永远不堕三恶道。这话怎么说呢？这些人常常到六道里面去教化众生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因，他到六道里头去教学去帮助众生，自己会不会堕六道啊？决定不堕。这不是他自己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给他，所以他不会堕三恶道，他不会造三恶道的业。啊，这个我们能相信，我们一点都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到过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住过，还会退转吗？哪个境界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呀、啊！还是我家里好啊，你比不上我，我对你不会起贪心啊！啊，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观察，就晓得阿弥陀佛真正加持你，是你亲自在极乐世界住过，你在那个地方学习过，啊，走遍过去一切诸佛刹土，还是这好，我还是回去。啊，没有实际东西给你看，你不知道啊，啊，你还会贪恋别地方啊，实际你通通看过了，通通比较过了。你就不会再颠倒了，不会再有失误了。这法子好啊，妙极了。啊，像我们自己选择道场一样啊。我出家在圆山临济寺，这个道场台中李老师的不能跟他相比。那差远了。啊，我在台中的时候连是还是民房，像我现在就是人家这旧的房子买下来，里面房间打掉，这样拼凑的。啊，以后测了重建，这是现在的道场。但是现在虽然建的几层楼了，跟临济寺不能比。临济寺的面积大，啊，在临济寺住了一年，回去学习，那个地方有东西学。临济寺没东西学，
舍弃临济寺啊，到那里去了。这没有想到舍弃之后再回不去了啊，人家不要我了，你们出去的人还想回来啊。老和尚这一句我就明白了，回不来了。啊，回不来，这就过流浪生活了。流浪一辈子。啊，那么这也是佛菩萨安排。啊，到处流浪才有机缘团结宗教。啊，才有一句机缘在澳洲团结族群。啊，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，这全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85岁，在香港有老居士老同参啊，供养一块小地方6合院，我去看了，我心满意足啊，我有个落脚的地方了，不要再东跑西跑了啊，所以我就注定这个地方我再也不走了啊。请我去讲经写时间不超过1个月，那我到外面讲经，半个月到1个月，时间短的半个月，时间长的1个月，讲完了我就回来。我说得很清楚，请我讲经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啊，早年周游列国，我还要大家给我买飞机票，给我旅费，我什么都没有啊。现在我旅费可以付得起，所以我连旅费都不要。你只供给吃住，我到你那里讲去，啊，供给我吃住，讲完了我就走路。啊，当地信众有供养，统统给你们常住，我1分钱不带走，我们结个法缘。好啊，这个生活自在啊。啊，年岁大了，一心念佛，希望大家不干扰我啊，也不必来看我。你要是想我，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啊，我也念佛，我们心心就相应了，来到这个地方来啊，旅行一趟怎么辛苦，没有这个必要啊，听经念佛就好，天天见面嘛。啊，现在卫星跟网络很容易接收，我看到那个接收器就像手机一样，很小，装在口袋里，什么地方都听得到，还看到画面。啊，科技的进步确实日新月异，
啊，几个月之后有新产品出来了，啊，旧的就不渐渐变淘汰掉了。啊，没事也不必给我打电话，我现在手机丢掉了，不要了。啊，回归到原始生活。啊，我自己还种了点菜。啊，生活很简单。我们响应国家主席的号召，四菜一汤，简单的，要坚持，永远做下去。啊，腊月三十，今天初一，昨天初一，今天初二，啊。我们接待宾客都是四菜一汤，那我们旅行出门尽量不要住宾馆，啊，同学们家里有一间客房就可以住嘛，何必要浪费呢？啊，所以请我去讲经，我的住处给我准备好就行了，简简单单。啊，短时期的做客嘛，一切无所谓。孔老夫子的五德，要牢牢记住。希望我们都能做到温良恭俭让，啊，做人基本的条件。佛教到我们的是善业道，我们落实是善，落实无常八德，落实温良恭俭让，你说这个生活多快乐啊！每一天法喜充满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只求一桩事情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求，什么都不要。啊，这是快乐人生，这是幸福人生，啊，这是佛陀教育，圣贤教育，啊，我带头干，希望我们同学道友我们一起干，把这个社会带向安定、和谐、繁荣、兴旺。啊，以这个贡献社会，贡献给一切众生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习它。